同学，大家好，请接着看讲义第二面第三段的第三大段的第三小段第二句我们从头念起，要能共思真善之事，自问法要无疲厌。这一句讲过了。我们看第二句，要舍坚无所藏疾，于生命才无碍着。这是第一句。这句是佛菩萨教导我们舍根本烦恼，烦恼无量无边的，这个根本呢，就是个贪呐。我们自己要常常虚心检点。怎么样把这个贪烦恼断掉？贪从哪里来的呢？贪从愚痴来的。那么由此可知，有智慧的人不贪呐。如果说这个人有智慧，智慧很高，他还贪，他还放不下。那个智慧是假的，不是真的。真智慧呀，决定是彻底放下。有智慧而不能放下，这是佛法里面讲的是智便从，不是真智慧。也就是经上常说的世间人的聪明智慧。不是佛菩萨的智慧，佛菩萨的智慧是从戒定里面生的，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呀。这个视之变聪呢，是从意识心里头生的，不一样啊。意识心产生的视之变聪，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所以菩萨在此地教我们，头一条要舍坚定。令是令思，见是见贪。要舍弃啊。无所藏疾。世间人。总是有这个藏疾的习气，与身身体一切凡夫没有不执着身体的，要这个身体生活得很舒服要有丰足的五欲六尘的供养贪图享受命更爱惜，总希望自己长生不老
世间人求福、求寿、求男女，古人总喜欢呢儿孙满堂，现在人这些观念跟中国古人不一样了，受了西方文化的冲击，现在中国人喜欢小家庭，也不喜欢儿女太多，这个中国古时候跟古人观念呢不一样了。第三个，财务，我们如何能够对这个身、命、财无碍住啊？爱就是贪呐，爱着都是贪呐。怎样能够学到诸佛菩萨真善知识？他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对于生命财适可而止啊，决定没有贪心，所以他心清净，他没有烦恼。如果对于这三桩事情，这三桩事情是最难学的，难学能学，这才是功夫啊！今天我们叫学身，不是学这个身体，是学身体的享受。能把这个学掉，身在这个世间呢，命在这个世间呢，乃至于财物，随缘而不攀缘。我们的身在世间，不是为自己，为服务众生的。为成就道业的，对自己来说，是为成就道业。对大众来说，是为教化众生的，是自行化他的一个工具啊！一定要认识清楚，这是我自行化他的工具。如果我要为了他贪图世间名闻利养，那就错了，那就完全颠倒了。变成什么呢？变成身是主宰，我们自己做了奴仆了。起心动念要伺候这个身体，你说可怜不可怜？譬如饮食，贪图口味，谁贪图口味呢？舌头啊！舌头不过三寸长啊，为这个三寸的舌头
在饮食上造种种恶业，岂不是大错特错吗？那诸佛菩萨不如是啊，饮食之间绝对没有起一念贪心。世尊当年在世是行托钵的制度啊，每一天圆满托钵，而托钵只托七家啊，因为在古代的这个社会，物质生活都非常缺乏，一般平民啊，在没有准备之下，突然来了一个人，多一个人吃饭，他措手不及啊！啊，这出家人来托钵，只能给他一点点。啊，这一点点，可能是一瓢羹、两瓢羹，他吃不饱的。所以还到第二家，啊，到七家差不多，啊，七家给你的，你这一顿饭可以能吃得饱了。从这个地方想啊，古代这个生活的艰难呢，啊，不像现代，现代这是。开发中的国家，人民生活富裕啊！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啊，现代社会，现在这个地球上，还有许许多多贫困的地区，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呐。还很多啊，他们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上，啊，日子过得非常辛苦啊，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能够省一点，对他们就多帮助一点。啊，要常常存这个心。要常常啊，行这个好事啊。啊，绝不为身体某一个器官他的贪心，我们顺从他而造许多的业障啊！啊，释迦牟尼佛不会为三寸食而贪吃，啊，他要利用这个三寸食为他讲经说法教化众生，舍为我用，我不被舍所欺骗。凡圣差别不就在此地吗？啊，凡人的眼睛现在看什么呢？看色啊。啊，大概现在观色相里头可能是时间最长的电视啊，啊，每一天用好几个小时啊在看电视节目，啊，这个外面形形色色，满足他眼根的欲望，啊，眼贪呐，啊，耳贪噪音呐，啊，
都不正常啊，言谈乱舌，我们看看佛的言，佛我们没见到，我们看看现在所造的一些佛像，佛的言呢，言观鼻，鼻观心呢，决定不随顺眼根的欲望。佛利用眼根观机，用眼观，用眼根观法，我们要学，我们要用我们宝贵的这个眼根看见呢，用我们的耳根呢闻法了，这就正确了。自己在五欲六尘里头要做得了主，不要被六根的贪嗔痴欺骗了自己。决定不能满足六根的欲望，满足六根的欲望是大错特错啊！所以，佛菩萨善知识教我们看破放下，我们要用眼根看破世界。我们要放下一切非分的享受，今天澳洲同学给我打电话，我们那边小道场在修建，来问我的意思，我告诉他，我没有意思，我没有意见。诸佛菩萨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要加一点意思在里面，错了。事出世间法，为什么今天混淆到这个程度？大家意见太多，彼此不相让，彼此不相容啊！问题出来了。我们要为社会大众做个好样子，先要看看社会大众流弊在哪里，就是意见太多，成见太多，我们怎样教他呢？我没有意见，你有意见我听你，我没有意见，那他们又问呢，那假如是个坏人，坏意见来怎么办呢？佛菩萨会帮我们解决，这是真话。我这个方法不是我想出来的，我的老师张家大师传授给我的。原则呢，真信佛，我真信佛，佛也真信我，我真心为佛，佛也真心为我，这个是相对的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
得十分利益了。如果有不善的心，要破坏这个道场，有佛菩萨，有鬼神签他的单呐。他在这个道场自己心神不定，他待不下去，他一定来告假了，他要走。这个事情有啊，我们过去在台北华藏图书馆里面遇到过。我跟馆长都很满意啊。这个人麻烦的人，自动走了，不再来了。佛陀教育基金会成立的时候，也有这么一个人，不守规矩，惹了不少麻烦。总干事简丰文居士来问我，我说我信佛，不要理他，你要是把他开除，得罪人呢，何必给他结个冤仇呢？他说那不走的时候，我们这大众受不了啊。我说慢慢等待。果然一个月之后啊，他自动请假辞职。结果我说，法师，你这个话消息应验了。对呀，有佛菩萨照顾啊，佛菩萨会签他的单呐。不是他出什么，就是他生病，他非走不可，而不是我们叫他走，所以我跟简居士交代一句话，他辞职不要挽留就行了，他提出辞职照准嘛，以后还好见面呐，所以我们真正要相信佛菩萨，张家大师告诉我，你一生有佛菩萨照顾，自己不要操一点心呐，所以我没有成见，我没有意见。我随顺众生，希望大家都懂这个道理，你的心就清净了。唯有心地真诚清净，才能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叫至诚感通。我的意思很多，意见很多，哪里来的感应？感应是靠诚心的，要诚到极处啊！越真诚，感应越明显。我们今天在这个澳洲建这个小道场，纯真的心啊！纯正的念呢，我自己深深相信，一丝毫疑惑都没有，这个道场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我有信心，所以我告诉大众，任何一个人到我们这个道场来，我们眼睛都要把它看到是诸佛菩萨，多想别人的好处，不要想别人的坏处。他到我这来，是不是将来破坏我道场的？是不是会来找麻烦的？别想这些，这些打妄想不善的心啊！
别人还没有动作，自己心就坏掉了，那哪有不着魔的道理呢？魔怎么来的？魔就是这么来的。不善的心行招惹的妖魔鬼怪啊，如果是真诚的善心呢，一定感得诸佛菩萨啊，一定感得善神拥护啊。所以绝不为身的享受，也不绝不为命的长短，我们就能改造命运了。了凡先生把命运转过来了。孔先生算命，算他只有53岁，他活到74岁，多活了21年。我看印光大师脸谱啊，印光大师在年轻的时候也有人给他算命啊，算他的寿命只有38岁。印祖80岁圆寂的他多活了50多年了。不要去想这些，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错了。所以我们不要去看相，也不要去算命，也不必去看风水。佛在经上教导我们，只要心好行好，我们提倡的四好，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那你就是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那不必操这些经了吧？你说这个多自在呢？你就不会被命数所拘啊。第三，财失掉。心里头决定不要有贪财、爱财这个念头，这个念头错了。这个念头不舍，死了以后啊，多半堕魔鬼道啊。所以世间人常讲人死了都变鬼啊，实在讲这个话是很不合逻辑的。明明6道摆在面前嘛，那为什么人死了就去做鬼呢？他不会再来做人吗？他不会升天吗？为什么一定说鬼呢？可是大家都这个说法，那我们就得想想了，这个原因何在？细究根由啊，好像也不无道理。为什么呢？鬼是贪心重啊，贪财、贪色、贪名、贪利，财是第一个。贪财这个心行，是恶鬼道的第一个因素。所以说，人死了之后多做鬼呀，也还是有的道理。
那么换句话说，我们不贪呢，就不堕恶鬼道；不嗔就不堕地狱道；不痴就不堕畜生道。佛给我们讲，贪嗔痴三毒烦恼。如果贪嗔痴不能够拔除，来生呢，到三恶道的机会最多了。佛陀的教诲，慈悲到了极处啊！说实在话，就是帮助我们明了贪嗔痴，拔除贪嗔痴。明了是看破啊。拔除在这放下，这是功夫啊！所以头一个要把财看破。纵然我自己命中有财，有大的财富，心里面呢？要常常做这些财富是一切众生的，我是代他看管的。我个人不能贪图享受，决定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这个才是正确啊。决定没有丝毫贪念的念头，这个是舍坚定无所藏疾，世间人。这个财物里面包括着珍宝啊，世间人爱好的东西很多啊。世俗人贪财宝，有些人收藏古物啊，叫古董。读书人喜欢藏集，古书啊，把这个古书看作珍宝啊。无论贪图哪一样东西，都是过失。佛教我们断贪心呐，不是说我们兼贪的对象啊，不论兼贪的对象啊，要把兼贪的心断掉。所以过去出家人好啊，真正是三依一钵。一无所有，他那个兼贪断得干净，他在生活上虽然清苦，但是无忧无虑，为什么呢？天下聪明，寺院庵堂啊，都可以挂单。到那边去吃饭，有人招待。到那边住宿没有问题。你喜欢住多久就能住多久。
那么现在是困难了。现在社会跟从前不一样。现在的寺院庵堂，我们佛家讲是子孙庙了，不是十方道场啊。子孙庙是他家里的，你去他欢迎你，喜欢你，供接你一餐饭，招待你住宿，他不欢喜不喜欢，他连一餐饭都不招待你。现在出家人苦啊，苦怎么样呢？哎呦，不甘心受苦，那就得自己去想歪主意。把佛陀的教诲忘得一干二净了，攀缘心生起来了。佛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现在我们是攀缘而不随缘了，错了。交接权贵，拉拢信徒，清净心怎么能够得到？没有清净心，道就没有了。戒定慧三学都没有了。于是身虽然出家，心跟在家没有两样啊，依旧是有烦恼，有忧虑，有牵挂，样样都放不下，这怎么行呢？这怎么能成就呢？所以我们学佛要想在这一生真正成就，一定要自己认真反省，我对这个世界哪一样东西最贪爱最执着，从这个先放下。然后其他的呢都容易了，就不难了。你弘法利生都包括在其中。如果对弘法利生也非常的贪爱，也错了。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不过弘法利生是好事。在六道轮回里面呢，受好的果报，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然后你才知道这贪嗔贪的可怕了。出不了六道轮回，你就一定要晓得，决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段。为什么呢？我们这一生我们贪图佛法，不贪图世间法，都做利益社会的这个事情。昨天讲的修积的是福德了，不是功德，来生得福报啊，享福的时候就又糊涂了。福报一现前又糊涂了，于是又造杀盗淫妄，
又起贪嗔痴慢，来生的福享完了，后生就堕落了。这个是佛法里面讲的三世愿，就是你第一生修福，第二生享福造业，第三生堕落，三世愿了。这个事情不能干。那么弘法利生，无论是法佛法，都要栽培别人去做，自己要做一段时期，但是要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下。如果执着不肯放下，你的麻烦就大了。功变成过，福变成祸。认识时节因缘，这是智慧。所以佛家了，世间法一样啊，世世代代要有传人，这是你成功了，真正的成功。你的接棒人越早，那你就提前享福。一定要把接棒人呢培养起来，不管是哪一行，我讲经，我要栽培讲经的接棒人，我主持道场，我要这个栽培主持道场的接棒人。无论我从事哪个行业，我一定要培养接棒人，认真地去培养他，希望他将来做得比我更好。这是圆满的功德了，圆满的成就啊！否则的话，自己做得再好，自己死了之后啊，就完了。你的成绩等于零，你这一生完全就白做了。你对不起祖宗啊！在我们佛门里面，你对不起祖师大德。代代相传，传到你这里就完了，你怎么对得起啊？世间人常说不孝有三，无后有大了，在佛法里也不例外，佛法也是无后为大。所以选拔一个接班人，栽培一个接班人，教导一个接班人，使他将来做出成绩出来，超过我们这一代。弘光大法，利益众生呢，这是真实究竟圆满的功德。所以这事出世间一切的事业，讲经说法也是个事业。
就像流水一样啊，在我们面前流过啊，我要善于利用啊，不能把这一段大好的机缘错过了啊，要好好的利用它啊，像这个水一样，我要好好的疏导它。决定要叫他畅通无阻。这是真舍功德。再看下面一句，要离较慢，心无高下了，安住不动。这是一句，骄是骄傲，慢是我慢，这个烦恼很重啊！世尊为我们常讲贪嗔痴慢。后面还有一个疑，疑是怀疑，对于圣教怀疑，这个五条叫根本烦恼，无量无边的烦恼啊，都从这五个根生的，慢是第四个。人如果骄慢不舍，他什么都不能成就。为什么呢？无有受教啊！好像这个杯子，这个杯子是装得满满的，一滴水都不能加上去，加上去就流出来了。满了，满招损呢，千受益啊！人要学谦虚，唯有谦虚，别人才肯教导你，欢喜教你。你越谦虚，你得的就越多。越自满，这是一滴都得不到，那可惜了。把骄慢舍掉，学佛菩萨的谦虚，诸佛如来眼目当中，一切众生皆成佛道啊！我们要多想想啊，佛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菩萨眼睛看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不敢轻慢啊！佛比菩萨高啊！佛眼睛看一切众生呢，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佛在《
大乘无量寿经里面讲的，一切皆成佛，平等的，心无高下了，安住不动。这个不动，就是自性本定。楞严经上讲的首楞严大定，对人、对事、对物，不动心呐。这个不动心就是不起念头。不起念头，这个心是平等的，无有高下。念头才动就不平等了，要在这个地方下功夫啊。这叫真功夫啊！无论对什么人，对人、对事、对物，不动心呢、不动心呢、那个心是真实智慧啊！所以处理事情，真实智慧啊，高度的智慧呀、动心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起来了，这个东西是烦恼啊。妄想是无明烦恼，分别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心才动，三大类的烦恼通通起来了。风起云涌啊，智日就被掩盖住了，智慧没有了。你要想智慧用事，那一定要像佛菩萨一样啊，若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啊。这个意思就是一切时，一切处，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善缘也好，恶缘也好，总是如如不动。这大定啊，是自性本定啊。定心其用，就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这个智慧不要学的，不是从外头得来的，是自性本具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它都现前了。为什么我们自己不会呢？宗门借这个借人学人，常常讲会吗？这句话很有意思啊！那你真会了啊，凡夫就成佛了。不会呀，那你还是当凡夫啊，你还要在六道里面就受苦受难，这一会了啊，就超越了，佛法里面讲顿超、圆超，这一会呀、永断烦恼，它怎么断的呢？安住不动就断了。见思尘沙无明，通通断了。这个心能安住，安住在哪里呢？《金刚经》上说得很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要住在无所住里头。啊，你心里头可不能住无所住。如果真的啊，我安住在无所住，那你错了。你还有住处。啊，还有住处，你的烦恼根就在那里。啊，所有烦恼那个根就是你还有个住处。住处都消融了，烦恼连根拔掉了。啊，我这个说法，所谓是点到为止。啊，同学们，你们自己好好的去想想，啊，好好去体会，体会得了啊，很有受用啊，我不敢说受用无穷。我告诉你，很有受用。好，今天就讲到这里。